陈氏太极拳保中功法九式，由太极名家张保中创编。该套路汲取了太极拳精要经典动作，保留了太极拳核心动作要领，重在基础缠丝功法，且无发力动作，去繁就简，好学易懂。不仅是太极拳爱好者入门必修套路，也适合不同年龄、不同层次的人随时随地养生修炼，补漏筑基，尤其适合办公人员、亚健康人群以及各类慢性病患者，长期洗练可培元固本，通畅体内气血运行，从而达到去病强身、滋养身心的效果。陈氏太极拳保中功法九式演示。第一式，预备式。身体呈立正姿势，松两肩，松两胯，屈膝松胯下坐，体左脚向左横跨半步，两脚尖微微外摆，脚趾、脚掌、脚后跟抓地，涌泉穴要虚，百会穴轻轻灵起。第二式，太极起式。两臂慢慢抬起，与肩同高，腕部领进，双手下按，两手随身体下按至与胯平。第三式，懒扎衣。重心右移，腰微右转，右手上领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上合，两手合至胸前，开右步，眼睛看着右方，重心在左腿，力量三七开，身体鼓荡，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，身体微微向左转，松左胯，重心右移，右手走逆缠丝，左手叉腰下坐，右腿上七分力量，左腿上三分力量，圆当松胯，竖指坐腕，用眼的余光看右手中指。第四式，六风四臂。重心继续右移，左手绷去引右手捋，重心左移，两手需展开，身体微下坐，看右方，两手收到左肩部，收左部，推掌下坐。第五式，单边。身体右转，松右胯，身体右转，右手由左掌心变勾手，慢慢提起，与肩同高，左手放于肚脐，提左脚开步，重心在右脚，向左移重心，重心右移，左手走逆缠，松肩下坐，左腿上七分力量，右腿上三分力量，用眼的余光看右手的中指。第六式，云手。右手去引左手，移重心，收右步，向左并步，开左步，重心在右脚，收右步，开左步。第七式，双推手。用左手去引右手，双手平捋，左脚脚尖外摆，提右步上步，两手合于左肩，
收步推掌，左脚脚尖点地。第八式，倒卷红。身体微微左转，松右胯，左手推掌，右手走弧线，由后方合于肩，踢左脚倒步，右脚脚尖里扣，两手拉平下坐，托掌倒步，右步向右后下方斜度45度开步，合收步推掌。第九式，金刚倒对。两臂相合，右脚虚脚，左手护肩，右脚上步，右手上领上左步，右手向后旋转收右步，左手合于右臂肘关节内侧，右手握拳，上冲拳，提膝，震脚，下按，两手分于身体两侧，与肩同高，双手下按，放于身体两侧，身体微微直起，收左步呈立正姿势，同时两手贴于两腿外侧，掩饰前方。